京报快讯，记者梁丽9月26日，新京报记者了解到，加盟至上市公司集中通、圆通、申通、韵达、百世家全部于4月1日调整派费，其中韵达、圆通、申通也向各网点发布调整到达上海地区快件派费通知，将各网点到达上海地区的快件派费上调 0.5 元每票。百世方面未透露具体调整方案，趁调整派费是为保障旺季派件服务质量，提高用户满意度。基础派费的上调是企业发展的常态工作，是企业内部调整，和快递价格并无直接关系。昨日中通快递宣布，从今年10月1日起启动快递费用调节机制，调整全国到上海地区的快递费用。截至发稿，包括顺丰、德邦等其他快递企业向新京报记者表示，暂时没有涨价计划。